到那个车站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，因为他的国语不是那么标准，所以好像比较真实，就是旅客会被他说服，因为他好像没有骗人的理由。他好像就是一个本人急着要告诉你方向在哪里。我觉得如果要讲感情的话，那李建光很像电脑在讲话，对对，比较生疏，就比较冷酷一点。那朱威虽然很标准，可是你没有常常碰到像小 S 的人的反应说你我们以为是录音的，你有听过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吗？有人是这样子说过。哎，你们都以为是录音的吗？我以为是录音，大家都以为是录音的。你20年来都被认为是一家录音机，真的？等于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每天去工作啊，这样子吗？说不定你就是在播录音带，对不对？你只是假装你每天都有去上班。不可能的，怎么？因为你知道火车不是那么准点的。终于逼他说出一句有人性的话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每天都必须要提醒说早5分钟晚5分钟，对对对对。所以除了火车进站跟离站之外，还需要讲什么？如果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小孩天后走丢了，可以请你找吗？要那个也要。那如果说他跟朋友遇碰不上面啊，那我们也要跟帮旅客播音。某某人，请你到什么东区服务台、西区服务台，谁谁谁在那边等您，这样子。那小孩要找妈妈，可以直接带到播音室吗？不行，都是大部分都是带到警察，就是铁路警察所。嗯，因为警察会协助，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他妈妈。所以你会说某某小朋友，你的妈妈正在等你吗？嗯，有哪位旅客走失了一名年约5岁？身穿黄色上衣、蓝色短裤的小男孩，需要形容他的五官吗？不需要形容五官，但是你要把他的单眼皮，比如是鼻孔略大，你很想牙臭收朝天。可是即使是报道这种焦急的事情，也不用故意显出感情，说很焦虑啊，要找小孩、啊。我觉得。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身为人母嘛，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替他着急，我们会替他着急，会急促一点吧，急促一点，比如说赶快来哪里哪里领取你的小孩，对对对，我们会说赶快到哪里去认领您的小孩。但是那狗呢？车站里面是不能带狗进来。他有防范我的问题。蜥蜴可以吗？我想20多年他并没有遇过有旅客找蜥蜴这件事。对，不能够带一些什么。哎，那有没有可以就是比如说给很多钱然后示爱的求婚或什么的，利用那个广播？哦，那个就是他们会跟我们局里面申请一个可行的事。可行的事，可是你现在不行。他想跟某些人示爱。徐亚军赶快跟他离婚吧。钱记得汇到他户口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达人是 Echo 先生哦。人称 B-Boss 博士的 Echo 曾拿下全国大赛冠军，具有歌唱融合 B-Boss 的绝技哦。Echo， 你的封号包括B-Boss 博士吗？那就是网络有人写。你参加过的比赛是得到冠军对不对？有，就是台湾有办过那个比赛，然后就有比， okay. 然后就也有从台北、花莲、高雄。就是全台湾都有去。你猜侯星祖先生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 B-box？ 哦，听过吗？你猜看 B-box 是什么 ？B-box 猜猜看。嗯，你先猜它是一个东西还是音乐？类似。哎，接近了。乐器。嗯，也不能算错，对。它也不能算错。是，它因为它只是，它还是跟乐器发出声音有关系。哦，一条鱼。说是乐器吗？好了，是一种生命，可是它能够发出像音乐类似乐器的声音或者各种声音，所以是、哦、母贝那种东西。没有，它就是用人体。哦，它可以用它的。我决定了，我下辈子英文学好一点，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Echo 自己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乐器。哦，我通常都会说，嘴巴变成乐器。可是你是硬练还是说你就突然发现你有这方面的长才？硬练，然后很有兴趣。你如果不要讲刚才一个解释说嘴巴变成乐器，你如果直接示范一小段，侯星祖会马上懂吗？可以啊。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
气都没有卡到。你怎么，你快念一下那个列车进站。你可不可以就是先有一个欢迎乐，然后就说那个四强号要进站，然后再一个 ending 的那个。哎，我们要进站，我们对，请到 A 号月台。他 B-box 很厉害，可是这个播音很差。你播播完交给朱威好了。我刚才那一小段，你再把它缩短一点好不好？再短一点。OK。等一下你，等一下你，来来来，来拿麦克风。哦，我拿麦克风了。然后是刚才那一段，来。好，拿麦克风。不是，你自己要发出声音。加油加油。玩 B-box 的对吧？对。可以先踢腿。因为我不是靠嘴，我是靠卡的情况。你现在他去不去了？对不起，他刚才那个怎么样？他可以练吗？稍微教学一下。你说任何路人都练得起来？对。那请问第一课是什么？我可能会教大鼓，鼓的那个就。那个鼓的它有分很多种，就是噗噗回音的，然后又有你可以用麦克风啊，比较也有那种封闭的，对，然后再来是小鼓，初学者应该从最简单的节奏开始吧。对对对，比如说蹦恰恰蹦恰恰这种啊。对，你说用嘴巴发出蹦恰恰蹦恰恰，你现在就做到了。你为什么要初学者？音乐都有节奏嘛。嗯。然后咚哧踏哧咚咚踏哧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节奏。Okay. 每个人都心中都有音乐啊。所以你现在最复杂的可以到什么程度？就一次用六个声音以上。六个声音都是鼓类吗？不一定，有旋律啊，还有音效啊。都可以，唱歌也可以，同时。现在就让他表演了。要。好。真的哦。来啊来啊。我先用节奏，然后加到有唱歌。好。巴人的使命是讲保一步。Echo, echo, echo. 爸爸他们是心妙妙，是是空空静静，宝宝音音，我们奶奶什么音？哒哒叽叽，爸爸他们奶奶咕咕叽叽，是是静静静静，不用叽叽。我们那是个个高工委会，男男妹妹，这就吐吐吐吐，大大滴滴，这不是这不不，嗯。好厉害！哇！哇！不舍，把电话留给我。要怎么样？什么事情？看点详细，强过头，天后 CD 发飙啦！